่ฮู้สิมีโอกาสนั้นบ่บ่ฮู้ว่าอ้ายนั้นคิดจังใดติดรอยังพอแก่ใดแต่ติดใจอ้ายน้องไปบ่เป็นแล้วคุณจังใดต่อไปมาริมยาพูดแต่ก็มีตากับสาวจริงจริงตาลงยังฝันเห็นเป็นเพียงหน้าต้องเบิ่งอยู่ได้ละหากว่าเธอนั้นลากันกับเขา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องเฮาเป็นไปได้บ่บ่ได้เข้ามาเพื่อกดดันแต่ว่าฉันนั้นแค่รอมาเลิกกันแน่ท้องผู้สาวขาล้อต้องเบิ่งอยู่ได้ละหากว่าเธอนั้นลากันกับเขา
大哥的小丁丁，谢谢啊，谢谢欢乐哥，感谢欢乐哥，谢谢啊，谢谢上独月哥，感谢上独月哥，谢谢啊，谢谢有父母妹哥，感谢有父母妹哥，谢谢啊，谢谢女主文字小姐姐，感谢女主文字小姐姐，谢谢啊，谢谢大哥们的帮忙的帮忙旁的小丁丁，欢迎魏文哥，魏文哥你好，谢谢魏哥，感谢魏哥，谢谢啊，谢谢吴阿哥，谢谢欢乐哥，谢谢夏冬月哥，感谢快乐哥的保时捷。谢谢森森哥，感谢森森哥，谢谢，谢谢魏文哥，感谢魏文哥，谢谢，谢谢森森哥，感谢森森哥，谢谢，谢谢魏文哥的保时捷，谢谢。谢谢大哥们的小丁丁的啤酒，谢谢啊！谢谢任贤哥，感谢任贤哥，谢谢啊！谢谢快乐哥，感谢快乐哥，谢谢啊！谢谢魏文哥的金爱玫瑰，谢谢啊！谢谢快乐哥，感谢快乐哥，谢谢啊！谢谢三二五哥，感谢三二五哥，谢谢啊！大哥们收到了，谢谢有父母妹哥，感谢有父母妹哥，谢谢啊！谢谢快乐哥，感谢快乐哥，谢谢。谢谢魏文哥，感谢魏文哥，谢谢。谢谢幺七幺哥，感谢幺七幺哥，谢谢。谢谢五五二哥，感谢五五二哥，谢谢。谢谢威哥，感谢威哥，谢谢。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谢谢。谢谢上都月哥，感谢上都月哥，谢谢。谢谢森森哥，感谢森森哥，谢谢。谢谢女主文字小姐姐，感谢女主文字小姐姐，谢谢。谢谢杨翠翠哥，感谢杨翠翠哥，谢谢。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大哥们威武霸气，谢谢。大哥们打一波团结。咱们家靠一波大哥威武霸气，感谢各位大哥的支持，真的我太感动了，各位家人晚上好，谢谢魏文哥，王力郎非常感谢一面哥，咱们可以扣一波威武霸气，讲我们也是扣波威武霸气，我们大哥们威武霸气，好尴尬。欢迎叔叔回家，我开麦了，好，我也开麦了，也开了，大家都，唱什么？找个歌，那我要不就先唱了，那我要不我唱一首快乐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四边家人们。来一首个秋梦吧，威然后五八七这样，威五八七，那就来一点，起帮我点点赞赞吧。今夜风阵阵，今夜花纷纷，今夜雨茫茫，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往日的
去的旧梦。好，那我唱八首旧梦送给我们四边家人们，谢谢大家，好听好听。谢谢小姐，好的，表演。美女唱得非常好啊，我们这边也给几个直播间的大哥和家人们来一段歌吧。好的好的，好，阿胜很厉害啊，斌哥，我没有跟他过关过。OK， 我们也唱一小段啊。唱好听，谢谢。好的，谢谢。我们也要唱吗？我不会那个，你们唱也可以，不唱也可以啊。耽误大家的时间吧。有，那我就唱一段吧，我就唱。好，那我们就是都展演一下。我也喜欢的听璇姐唱歌。给大家来一段《天使的翅膀》吧，谢谢。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声音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来小段吧。好的，谢谢璇妹。谢谢。那我们也来一段才艺。好听好听。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美音再来给对面主播和大哥们粉丝们唱一段首歌。好的，谢谢。咱们十二万人家们，咱们公屏上帮璇妹点点赞哦，谢谢。
好了，我们也唱一段吧。哇，唱得非常好听啊！好听，好听，好听。我想起我们以前看《雪山飞狐》了，你们看过吗？宝女郎，你看过《雪山飞狐》吗？对，看过那个电视剧吗？对，《雪山飞狐》我看过。玄妹，你看过吗？《雪山飞猫》我看过。一梅看过吗？经典，那个很看过，我也看过这部电视剧。哇，都看过。对。就是感谢刘哥的灯牌，感谢星辰的灯牌。飞舞那个飞舞我没看过，你没看过？飞猫我看过。哦，我看过这部，对，那个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对对，嗯，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对，欢迎汉汉茂哥，谢谢汉茂哥灯牌。那祝大家玩的开心啦，今天晚上。好，祝大家玩的开心。OK， 我们就拜拜。一路长虹，拜拜。喂喂喂喂，阿广阿广，等一下阿广，哎，留下来。哦，好的。我有一个问题。好。好，那我们就撤了。那我们先撤了。好，那我就见，我们姐就住这了呀。好，再见。你是王志，看过《雪山飞狐》吗？阿广哥。哎。我们大哥问你会不会上，祝你凶。啊，什么什么？祝你凶，祝你凶，祝你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凶还是凶？会唱吗？不会哦，我没听过呀。啊，你灭哥说的吧？祝你秋，是的，祝你秋，祝你秋，是祝你秋，你没说准。你没听过吗？啊，听过听过。开玩笑的。啊，听过这个这个，你们，我上次我啊，音乐哥不好意思啊，我上次是在那个做泥鳅，是在那个，好，可以，我开玩笑的嘛，大哥。没事没事，没关系，音乐哥和我们放在线上，也没事没事，音乐哥和我们关系也挺好的，音乐哥人非常好，我也很喜欢音乐哥。嗯，好，谢谢，啊，我祝你一路长虹，谢谢，我们玩在这吧，好吧。啊，一路长虹，谢谢一面哥，不好意思啊，一面哥，我下次在线下学一学，唱给你听啊，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我也学，我也学。哎 ，OK OK， 我们一起唱。嗯嗯，好好好，好，拜拜。嗯，拜拜。雪山飞狐，你是王志，你看过雪山飞狐吗？阿广金庸迷，对，我这个金庸小说我看过好多遍。魏文哥这个唱得好，对，他这个歌他一唱我们就想起那个以前我们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了，他这个电视剧拍得好早啊，好像是93年就拍了吧。
是九三版的还是多少？走秀，走秀可以啊，走个秀吧。第二个成名曲，刚才泥鳅哥怕光，我这个还是放不开呀。刚才一灭哥，我其实我应该也是要大着胆子唱一首，唱一下就好了。幺楼九三年还没上线，但是我后面还陆续播放过很多次。摇人笨，那个娜娜他们村子，他们那里下雨，下大雨来不了。是啊，娜娜很不错。魏文哥，主要是这个女孩都唱功不错，我看他们那边唱歌都是这个妹子来唱，她唱歌水平是可以啊，挺好的。谁不认识嘛？你走了，学新歌学新舞的任务要落实到妹子身上，最少一个新舞一个新歌 OK。 OK， 人心歌真是被青桃小姐姐说中，金钟民阿广侠客一气中江湖祭品，谢谢人贤哥你过奖了。这个我很喜欢看金庸小说。欢迎肉哥，肉哥你好。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我就等不及要出发，在你离开前我要去采一束。探发狼哥昨晚杀了几个飞机给福利，这是探发狼哥的格局高啊，这个没关系，这是他支持狐狸啊。
丽莎上学来不了啊，太远了，下雨。现在雨季，这三个不错 ，OK。大西。啊。你知道我是说你啊，小裤快那边弯了吗叫啊，我跟你讲。大西，是啊。大西、啊、这个表情好搞怪啊。威哥阿广，八妹不在我们这边，威哥，他住他的出租房。他好多人好像对八妹印象蛮深刻啊。很多人还是蛮关心八妹的，杨八妹。7080后大部分是金庸武侠迷，对。他们三个人个头都差不多。小西坐前面，小西不是就是坐在前面吗？威哥未来的广撒当然值得关注，谢谢威哥兄弟啊！今天的几集不关心八妹，不关心谁？家人们，现在直播间的妹子，包括不是直播间的妹子，你们最喜欢的哪一个？我统计一下，我了解做一下调查看看。你拍成连续剧了还能不深刻吗？家人们，就是直播间的妹子，包括这些新妹子，包括这些没来直播间的妹子，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嘛？我看看做个调查。奇不怪是蝴蝶，鸡鸭镜头刚好。但愿八妹，你傻有一票了。蝴蝶，娜娜你傻，八，小西。任贤哥在少林学了几年武啊？八妹有两票了，娜娜，你今天都发誓，我今天发了三个视频，因为我回去了，我这视频等一下我不发掉，等一下作废了，没有时效性啊。喜欢八妹，八你傻蝴蝶，以前的家，威哥以前喜欢家哟、哦。八妹，魏文哥，5060后也有大批的金庸迷，对啊、哦。八妹，以前的娱乐活动小，基本上就是看小说。八草妹还有还惦记啊，丽莎、娜娜、八、蝴蝶唱歌，韵小号支持蝴蝶。八、娜娜、丽莎人气蛮高啊，娜娜，而且现在人气前三名就是阿广，谢谢老哥兄弟啊，哇，这八妹好多人喜欢啊，喜欢阿广，谢谢妖娆。那现在就是八妹、娜娜和丽莎三个人前三名。我今天彩彩妹没有票，八彩妹17岁多，还差一点就是18岁。我只是靠谱的八、丽莎、八彩妹、阿广，谢谢锤子啊，谢谢彭刚哥、丽莎、这个陈大姐、丽莎、八妹，看来是丽莎和八妹人气最高啊。我只喜欢阿广哥，谢谢任贤哥、阿广大姐、丽莎，喂。八妹你看几天时间冲到人气榜前二了，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丽莎和八妹两个人人气最高了。西亚蝴蝶、八草妹、大的妹下次可以看她能不能争取她来。阿美陈星星是我们油管平台的大哥啊，他虽然没有灯牌，他是不方便，他是在台湾啊。你是小阿美是吗？陈星星兄弟。茶妹男朋友，茶妹没有男朋友啊，茶妹男朋友是老哥。金毛蜥，人家惦记着金毛蜥哦。蝴蝶的才艺，超级大哥才管用。娜娜，大家好，娜娜，好的，冲仔哥。丽莎颜值，娜娜现在觉得她的是视频拍的不够。阿星阿喜呀、啊，阿星阿喜人气也很高，很多人喜欢哦。对，但是阿星阿喜没来我们抖音播。大梅还是小梅？哎，真的，星星，你是喜欢大梅还是小梅？其实阿达最好看，阿达不积极啊，没办法。未来大梅，是啊，我要回国了。
我在帮兄弟们谋福利，谋啥福利？除了阿广，我只喜欢卖赞美。好的人先哥，结婚的阿梅啊，那我就是霞梅了。霞梅以前也很多人喜欢哦。老哥，我的女朋友是陈大星，真性情还是假？哎，看来威哥，难怪威哥那次说看到他跟他结婚了，这个心里有点堵啊。我也是，我其实我不敢看那一段，那一段片段我不敢看。我每次就是他和他男朋友，他老公走在一起呀、啊，一起那个片段我也是不敢看。彩彩妹妹，嗯，其实大阿梅最好了，与世无争。卖菜妹，倪子文字，教授大哥，你匆匆回家了，妹子们如何安排？可以给大家讲讲吗？是这样子啊，倪子，因为现在他们还有十几天期末考试嘛，现在也不方便，又是雨季。你看妮莎也来不了，娜娜也来不了，然后就只有这边的妹子。我们不要，首先我们不要为了直播而直播嘛，这不是有兄弟们这样说嘛。然后我正好也是几年没有回去了，加上我爸爸生日嘛，就趁这个机会回去，然后过来他们都差不多期末考试嘛，就不就有时间来学习才艺嘛，那个人选也比较充足啊。然后他们这边我们就是按照家人们的意见嘛，不是每个人要他们学一首新歌，跳一个新舞，就这样子嘛。你觉得怎么样，妮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希望这些妹子成为中国媳妇。五二哥看好鸡呀。鸡呀，那跳个舞啊！鸡呀，跳个舞吧，鸡呀。贴个口风吧，三分钟口风吧，少片吧。开个苗子舞可以，不口风，要定偏梦给他，我们跳个民族舞吧。又过了五一假期，是最佳回国的时机了。是的，魏文哥，我也正好趁这个时候回去一下嘛。真担心我回去后班被人抢劫，那我就完了。他说我回去了，他就去山路他妈妈那里。会不会给人抢亲啊？我也不知道。老钱没有去过我老家，没有。八是苗族。
不会给八妹先攻这场，你走了他谢闷罚他了，应该的 OK 可以对。他往铁粉喜欢吧，然后看你视频对。好的，谢谢大西小西基亚。在关键时刻啊，赶紧得快帮忙，别再把八妹抢亲了。谢谢静哥，新来的家人们，请给主播点个关注，请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家人们帮忙点点赞，我们今天的赞赞好少啊，今天两个小时只有七万赞，我们一般第一个小时都可以点到十万赞，家人们我们帮忙点点赞。相逢哥不要打家管那个脆弱的心，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场。法子兄弟最近有没有去钓鱼吗？哎啊，拜拜拜哈，日的长河，八妹子比家妹子漂亮万夫，敖广千万别错过。OK。法子兄弟，你的饭店，你的餐厅开门了吗？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敖广经历的真的是太多了。情缘就这样守在。星期天去钓鱼的。情缘就这样一辈子。回家不直播就多发一些视频，你拍视频的水平比直播水平高多了。哎，啊，这个彩彩妹说，她说我是哪一天生日，她忘记了。小西姐就是问她。快躺下，小西，把隔壁来蹲来，往莫来。哇，厉害！看基亚和小西知道我是哪月哪日生的，他记得到。茶妹不开美颜也漂亮，老哥，这个你放心啊，茶妹很漂亮。如何我才能捉住？茶妹，不上个茶叶吧，茶叶，茶妹。跳个舞吧，茶妹。怎么要扣茶妹工资嘛，人仙哥？哦，等一下。让弟弟，让弟弟。快摆了，快摆了。细坤，不能偏偏妹啊，那偏金，过了吧。不能偏偏金偏妹啊，那颠的颠妹啊，那偏妹啊，那颠妹啊，那够了吧？啊，快麻了，这都黑对不对？命脉哟，你偏妹，你颠妹哟。我先跟他们说了，我说每个人等我回来，你们一定要学一首新歌，跳一个新舞。OK。
OK， 大西说阿广回来了，大西唱首中文歌给我听，给大哥们听，给家人们听。人前歌，哎 OK， 嗯，彩子们跳个舞吧。欢迎相逢哥，泥鳅哥来了，泥鳅哥。彩彩妹她不会监管，我天天跟她在一起，我知道啊。我们直播间的妹子没有监管室的。星云，我是回家呀。音乐大哥要我唱《做泥鳅》，鸟让我没来我，努诺个有木大吃，我敢照顾木我是，马里叫高木大拉，一首学两支舞也没问题。马里叫高木诺费那那。是的，这首歌好听，对，我也喜欢听。谢谢彩彩妹。
晴天哥，有可能40岁的女人保养好还是很有味道的。哎，在这一点上你们就比不上国外了。我们那在这国外这个占的优势就是太大了。比如说40岁，20多岁的人都没有，25岁以上都没有考虑了。这个便总体来说，这个在国外还是选择的余地，这比国内还是要大得多啊。啊？啊？这 Q 话夸面哈西比吧。看见茶妹想起旧女友了。教授哥，在7天内你最好每天都能够跟几个骨干妹子联络，亲自问候，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可以啊，可以，好的。镜子，我们在另外还有一间房嘛，你看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好，要奔镜子，要奔镜子。哎，这个我把那个线断开了，还有那个什么。这个镜子他们看得好高兴啊。这个也能看到脚啊，脚上能看到。装好了，让妹子们对着镜子多练舞蹈。对，没有茶妹跳得好。魏某哥想起一起做运动时的快乐。啊，203，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马路边遇到采茶妹啊？她在那里摘茶，选挑选茶叶。啊，广人老心不老没看不饱。啊，晚趁回家正好把视频好好拍拍，我也这么想的。不错 ，OK， 谢谢我木萌妹兄弟。他这个镜子有1.6米高，老外人都很少有1.6米的，高都够了。太低了是吧？一起做瑜伽，太低了。人形哥个大力投资，2米2×1.6米，对。这个镜子还可以啊，他妹子们他们看到了好喜欢。谁啊？喂。你好，你好。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打 PK 了？今天不是9点多了吗？10点多了，9点多，9点20。我才刚开播。你刚开播啊？你几点开播的嘛？9点。那你9点开播啊？昨天播了5点了，昨天。播到凌晨5点。嗯。哇，那你们太拼了。不，天都亮了，下播都天都亮了。嗯，好，那我们就是。换一个人，换谁来？换香蕉妹来好不好？嗯，好，换香蕉妹来吧。嗯，来来来，一定小心说要香蕉妹来的，刚才，快来麻怪，嗯，麻怪来，麻怪叫香蕉妹啊，香蕉妹好漂亮啊，来来来来，要闭麦了，啊，是我们这个镜子高度有1.6米，啊。采茶妹先跳，我到采茶妹家里那个视频你看了好几遍、啊、我在采茶妹，我拍采茶妹的视频不是拍的太多，拍的也算比较少了。麻拐就是香蕉妹，知道了，他们那边最漂亮的是香蕉妹吧。
叶子王子，他们那边这么猛啊，我们这边给人秒了。谢谢永不磨灭哥，谢谢六二八哥，欢迎九零三哥。谢谢肉哥，感谢肉哥的罐头，谢谢静哥。阿郎嘎姆拉为米克内亚哈能够起阿郎嘎姆拉为塞克内亚哈能够起阿郎嘎姆拉巴里巴里摩索那里内阿郎嘎姆拉那里那里那萨巴里嘿伊扎拉玛利亚诺耶摩里霍里达里中阿里玛利亚 good feeling feeling good 부드럽게玛利亚아주그냥헉소리나게헉소리나게Motherfucker gentleman I'm a Motherfucker gentleman 谢谢永不磨灭哥，感谢永不磨灭哥的纸鹤家们，下面众筹一把，大花草草走一波。谢谢静哥，感谢静哥的理发筒。谢谢冲仔哥的玫瑰花。大哥姐姐们，这是我们的沙发，把手扫走一波。
星星，谢谢。到了吗？帮忙挥战神。团结，你好，你好，安静。香蕉妹，你好。三十票啊，有三十票。哎呀，来唱个歌吧啊，表演个才艺来。OK。
哎，不客气，你们那边承让的。小溪，嗯，小溪，有没有新的工作？小雨还不能了，我回去来给你。小薇，我爱你。好的，谢谢香蕉美女，我们这边也来一首啊。好了好了。嗯，好。哎，你们香蕉妹还会唱歌哦。什么？第一次呀。挺半胡沙。在宿会上悠悠发泪满眼的伤芒一岁上山把上山放山这里桃花太杂的乱花佛光的藏族放进头发唐江风光有说了心伤空了一沙巴沙的心伤当用了心中可是水你也中高喊高
谢兄弟，我们这边都是女，我们这边女孩子比较多，直播间。可以可以可以，唱的相当不错的，说实话。是吧？这样一个老外人学，他不会中文的，学中文歌很难的。嗯，对，就像我们学老外歌一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你会唱老外歌吗？我老外话都不会，还唱歌。你完全不会说老外话吗？我也会的不多。我看你会的很多了，你出去拍视频。你平时你老外，你那个阿涵哪里去了？那个阿涵现在怎么样了？哪个阿涵？你们那个女朋友，那个老钱呀。你这个哪壶不快提哪壶，你这个今天不适合聊这个话题啊。我这个好的好的聊了那么远去了啊。我一下子想起以前看你们直播的时候，三年前你播了三四年了。我也没有直播了，那是你以前播快手还有短视频，我以前看过你，到时候我还没有干。到时候我还没做自媒体哟。天天这句话。我在这个地址我不提了啊。都多久了？还都几年了？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有做自媒体。你和你的搭档，老王，你和你的搭档老王，那时候基本上是老王播直播能力，老王挺会播的。老王现在还在播吗？没有没有，他回家去了。他不播了。嗯。喂，那是他的损失啊，他没抓住这一波这个风口啊。是是是是，好。好，那我们就是今天就玩到这里吧。好，拜拜拜拜拜拜。一路长虹，换个背景音乐。再聊啊，今天晚上跪榴莲了。非常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一下我郭哥，感谢一下我郭哥，谢谢。谢谢聪仔哥，感谢聪仔哥，谢谢。谢谢760哥，谢谢魏文哥，感谢魏文哥，谢谢。谢谢威哥，谢谢夏冬月哥，谢谢向风哥，谢谢生生哥，谢谢静哥，谢谢女主王志，谢谢，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